机的飞行速度很快，这样留给我们炮车的最佳射击时间就很短。我把射击的指挥权完全下放，保证各炮车一旦发现目标就能立即自主开火，这样更容易把握战机，发挥更大的火力优势。此次演练，我们把自行高炮和便携式防空导弹进行混合编组，形成了盲区互补、火力衔接的中低空防空火力网，有效检验和提升了防空部队的整体作战效能。